好，兄弟们继续来看比赛啊，这个是联赛杯第一组啊，C组的一个比赛啊。打大海的话水平应该是比大海高的啊，但是打得少的话看发挥啊，还得看发挥。大海前面也是赢了这个书生的啊，所以说他的实力啊也是很强的，而且是连追这个书生好几分的啊，实力不可小觑啊。他老二还得拿出100%的那个实力才有机会赢。哎哎，葵花呀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抓了。这么简单的葵花你出个战逼是什么鬼东西？好，这个是合适啊，合适升龙，这种升龙只有合适感。 Round 2 Lady Go。 哎，战逼没有抓吗？这个时机问题啊，兄弟们啊，战逼的话带抓大猪是有概率刚不到的啊，然后会被中消风的啊。很明显他战逼应该是拉消风晚了， CD 刚快了。好，跳低，哎，跳低也不抓，刚一个反边机会来，这个没办法，很霸道啊，你下 A 之后人家抓你没办法，霸道的指令头啊，临阵抢招。黑裤子的大门，好，跳抓正不正，好，再跳抓正呗，还是不正。好，36 3C 的复合指令啊，接上一个反摇臂，打出了很强的压迫感，再跳抓，哎，这才强嘛，这才是大门的打法呀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。哇，又是36 3C，哎，蓝子，哎，超杀了哈，超杀了，死了。这个厉害啊！好，兄弟们，我们预言下一把。这把肯定是超杀了哈。好，卖水反杀一个，百合折，哎，战 A 想要抓一个，好，下 A 破掉，然后下 C 再抢招啊，直接助词。这个倒地的话多折很危险的，你如果没有拆好的话很容易被带走。
留住下 A 啊，然后直接反抓你，或者直接百合折勾你，而且打出比较多的变化来哈、啊。哎，大眼瞪小眼，搁这看人下象棋。被骗了，哎嘿嘿，没打上。远了吧，远了吧。升龙了啊，可以的，还想升龙啊，很明显只是挑没出招，就是想再一次升龙。大猪起身也是带抓的，我、哦、管你那么多，我起身就带抓。闪身抓一个，震一个，还不震？啊，震到你摸。祝生在下面一场啊，差不多了，很快了，兄弟们啊，不要着急。Round three, ready go.这一波想三四六三七啊！哦哟，这一波直接投上了不预判跳，但没跳，反丁龙矢。哎，抓真！哇，这个地图好卡。安徒生。好，一个推波掌哈，可以推到大门的内内了，大门的内内也挺大的哈，你看你看大不大，兄弟们，有些太平公主都不如她大。继续预言啊，这个拳脚门不错，兄弟们点赞啊，拳脚门其实打得好也挺强的哈。扎波龙找找啊，我去，真厉害，就是干不到啊。大海打和老二还是要弄一点，弄一点。打。继续给压力，好，我去，已经看到了这个后跳了啊，直接确认。啊，老二的灵气，灵气飞扬。虽然现在烂了一点啊，水平烂了一点，但是还是灵气飞动的，非常及时啊，反应很迅速。这把好像没有预判，好，踩到下 A 之后，天地反后后反摇低，震死。这把顺风局啊，不能浪的。顺风局要扬帆啊，扬帆而行，不能浪，遇到风浪他就不顺风了。好，反边，哇、哦、呀，这个好极限的头上斧，继续卡位。哎，又来了，又要卡了，兄弟别卡。别卡啊，哥们儿。
3-0。卡拉的实力还是在的哈，只能说是自信太强了。加特林就位了。预言吧，兄弟们，自信要顶核实在是不好顶。你们有绝对一线中以上的实力，要打核老二，确实不好打的。别卡，网络稳坐。加特林又来了，加特林又来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很 nice， 不错啊。尽管加特林没来，这么吗？哦哟，头上佛厉害，这边是我自己的网络问题啊，跟他的平台优化有关啊。真的卡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吧，兄弟们，等十秒啊！尽管这平台播的我是一身吐血。十秒啊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了。继续看比赛啊，3-0。好了啊，这把是一个穿身局面。这是按错了。Winner。什么东西？我的锅，我的锅。把他老二给卡输了。好，挑抓。大海是广东河源的啊，也是一个一线以上高手，广东目前应该前五前三的问题啊，应该有这个水平。去年还是前年在线下跟这个某生打过一次啊，当时在线下开过枪。大海的话也是质疑他有问题啊，开过枪，打了两枪，一胜一负吧。当时东北天堂那边在给他加油啊，疯狂的给书生加油啊。当时打比赛的时候还吵了半天，大海说我千里迢迢来打比赛就是为了我们可以自己互换摇杆也行，不要带自己的摇杆。后来还是没说服啊，书生还是坚持用他自己带的摇杆。大海又是康少啊，没错，他有两个名字啊，康少、大海。哎哎，这一把呢？确认呢？抓重拳必杀。抓哦，有直接升龙，漂亮！如果抓的话也可以掏裆啊，但是人家跳起来了，但升龙会更稳。这个闪现他必他一定跳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他直接升龙了，你不跳的话肯定抓你嘛。好，卖血抓，重拳必杀来啊！
好，虚晃白光可以啊，下臂战臂之后白光八字脸翻三，给力哦！跳 CB 被虚晃了，来到了赛点啊，二哥的赛点。Round one, ready, go.暂别抓一个鬼步过来，中拳葵花，衔接的很好啊，两个跳膝。再虚晃，Round two, ready go。好，小绿招，在地转球吗？转身过来，抓战逼，还在抓战逼。我去，这把真稳啊，大猪太稳了。这一把大猪，你但凡刚吸低或者乱动，都会被抓哈。我老二连续的战逼抓，看我在葵花的时候闪身断球。好反应，断破防啊，掉了，厉害厉害，兄弟们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人家功底还在啊，上限还是高啊，像这种算破防是吧，比赛型的玩家在紧张刺激的交战环节，他还有时间来给你算破防，头上佛拽回来震一个，然后里头过去，哎，但是没有短里头过去哈，导致现在才有气，短里头过去马上就有气了，抓了，KO Round three, ready go。太近了，想三四六三七，然后拍一个，再拍一个，八卦连环掌啊，连拍两次，可以的，拿下这一场啊。